原来林，这个是你郑家纯的电话号码。095。哎呦，你哦，不要用一些，哎呦，受不了，不要威胁，不要，哎呦，你哦，我这样子，你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我要公布你的电话了，我不能够回答你的问题，我就只好095。鸡排妹外泄电话被急了，陈怡拍了我们汤羹回敬黑菊花。你真的要公布的话，那就是违反个资法啊，5年以下有期徒刑吧，我能记错的话。鸡排妹真的被陈怡开炸，7号依违法个资法起诉了。去年5月直播大战，鸡排妹不满自己的手机号码被陈怡3番2次念出来。事后呢，在脸书公布对方手机前4码，再以色卡编号透露后6码，因地制宜。你已经弄了3个多月了，然后我等一下，我们先回答这个问题。而且先回答这个电话，谁敢接？因为这不明来电啊，我下面是我朋友的电话，我就不接你出了。就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手机，因为大家会截图，然后打给你露出来的号码。你刚刚已经不止1次2次了，这个是很恐怖的，这样连续打5通，谁不怕？下面还有1通哎、欸。整整6通这样子，然后疯狂打。所以你知道我把你的电话号码公布在这里吗？我没有公布，你才觉得公平吗？095。你现在要公布我的电话，在我反对的情况之下呢，这个就是违反个资法。今天发了一个电话号码，然后呢，我分享了，我直接告诉你，也告诉大家，你分享的是我的电话号码。你并没有收手，你冷静，你是在做贼的喊抓贼，你在做贼的喊抓贼，因为我是被骚扰的人，我是被害者，0972，我不知道你电话，所以你现在知道是我的电话了，那你我不知道是你的电话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现在是你讲了，我才会知道哦。你自己承认了，我才知道。原来变态骚扰我的邓家纯黑菊姐，哎呦，就偏爱。我本来不知道，谁会知道？0972电话那么多，诈骗电话很多人都0972开头的、啊。你发文之后我分享，你就已经知道是我的电话了。因为你讲了，我才知道啊。你就是自己做贼的很多贼啊。你刚刚又说不知道，你刚刚又要秀一遍。我本来不知道，早上我被疯狂骚扰，说我不知道是谁，真的0972，你自己看。如果是我知道的话，就会显示名字了。你本身的联络人只有一个，就是我录 podcast 的地方。我不是刻意把你电话删掉。你为什么没有任何联络人啊？我没有任何联络人，因为这个年代没有人在打电话，打电话是一种骚扰。希望你了解骚扰的定义，不要再自以为是的为女权发声了，这叫骚扰。对此，鸡排妹透过经纪人发声，关于个资法双方互告的起因是陈小姐泄露我的手机号码。这部分呢，我方的提告已经由地检署认定她是违法利用个资了。至于此行为是否造成我本人的损害，目前提出的在意已被受理，正在继续调查当中。后续呢，就交由地检署做公正的判断。陈怡则是转发新闻，拍了我们汤羹啊，亮点应该就是这朵花喽。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。